出吧！能否别把灯打开？汤哥老师好棒啊！哇，只有你和我，哇，好棒！老师，那这两首歌是您选的吗？还是跟组委会商量？跟组委会商量的。对，因为我知道的歌极少，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唱的歌，我基本上都没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前几年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一个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前几年我现在就老记得只有天上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对，咱俩也合作过，太棒了。真的，老师那您客气了。我其中还有一首《丑八怪》，也是当年您帮我热火了一把。你看看。哎呦，我还记得这个恩情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来，惭愧，惭愧。感谢。今天有件事特别巧，滕老师曾经翻唱过大张伟老师的《倍儿爽》。也翻唱过薛之谦老师的《丑八怪》。哎，那今天不知道两位能不能也试试用腾哥老师唱腔来演唱一下自己的。你行吗？我合作过，我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来。简单点，胜利的方式简单点，这是不是？不是温柔的我，等等等你的谎言，就这个是不是这样唱吗？丑八怪。能否别把灯打开？大概这个意思吧。是不是这样唱吗？那你能做刚才啾咪那个动作吗？毛不也来？没老杨。那毛毛觉得他肯定心里想：别 Q 我，别 Q 我，别 Q 我。哎，我觉得这毛毛如果是唱会什么样？毛毛，毛老师，当然了，毛毛，他们很喜欢整毛老师，真的，跑不掉了，哎，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。我可能没有办法，确实没有办法达到腾哥老师那种感觉。你试试看嘛，随便来一首《消愁》，好吧，来。一杯已经。一杯星光唤醒我，不行，有点。把它抽一下，好用力。毛不易此时此刻想回家。哎，腾哥老师，您最起码见过上万人模仿过您吧？就是到底是什么感觉，被这么多人模仿？就是我在别人模仿之前，我没有发现我唱歌会那样。啊，真的？什么？您写歌没有发现，唱歌也没有发现？你看天堂，我是这么唱的，你看。啊、嗯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哟、哦，没有那个蓝蓝的，没有。终于讲出来了。不过腾哥老师自己不怕模仿自己哦，让接着吧，好厉害。后来好多人这么唱以后，哎，你也就这么唱。有些场合有那么一点点这么个因素啊，那么大家就把这个给抓住了啊，放大了，对，放大了，哇，好可爱。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。没有严重，但是您的声音真的，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模仿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儿啊，了不起。